Hello，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然后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Don't Starve，没错。然后，好啊，我就没什么话好讲，就继续玩我们的威尔森。有点很好奇，就是帐篷能不能够，就是我进去帐篷之后，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换人物？然后，若是经验值之间算吗？是，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滚！怎么都会有他们？哇！等等，等起来，保住，避雷针，避雷针，避雷针哪里？哦，这不是 fuzz，不是，是 scientist。19，要3块，对不对？吓都吓死了，哦。啊，要石头。该死！不要再进来了，不要再来我家了。不要开始搞这种东西了吧？毕业证！这也太遭殃。好了，不要再下，不是下雨，我在讲的是，拜托。不要再来刚那一层。21天。我不是应该有做出保暖石之类的东西吗？啊，保暖石。保暖石不对，不科学，保暖石不见。是不是回溯了这个？这蜜蜂怎么还在啊？回溯了吧？魔龙君，去你的！先把我的胡子收起来，然后赶快来做对，回溯了，没错。因为我刚突然注意到一件很严重的事，就是我的兔儿小猫猫不见了，消失了。What happened？ 为何要这样子对我？有必要这样子对我吗？又来一只，那今天就先有点想下去那个地，有点想下去，可是值不值得？好多，我做那么多吗？先放起来，先做点食物再说，这样。看我赶兔技巧，看我惊人的赶兔技巧，没错，超厉害的我。自说自话。嘿，所以，对，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应该就是，这不太扯了。Day 21，我印象中应该已经度过了才对啊。是，烦呢，可以不要这样玩我吗？而且好暗，我就要做个兔耳朵帽。哦，然后还要做个保暖石什么的，为什么回溯？我现在从头到尾就是在讲同样的话题，因为我真的没法理解。收集点再说。哇！麦脑，我做再做一个。对，我的 bird trap 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这
忘我。我也下雨下不停啊。好吧。啊，不会吧！我想我大概知道原因了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回溯，我知道我怎么回溯了。哦 ，dash da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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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sh。Power is mine， 那个是我的，我的我的我的。那我们现在做个。这个吧，不对，这个。哒哒。还要然后我的矿工帽什么的也消失了，对不对？果然没有错。我去你的！从头生气到尾啊！先青菜丢个什么的试试看呢。居然不会煮出什么恶心的东西。我的蜘蛛网想要做那个，我的蜘蛛网是可以来做，哦，大肉丸。我印象中啊，忘记可以做些什么。完了，我要做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啊，补充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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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ird trap。为什么要做一个 trap 在这里？不懂，我在想什么？是要做这个？哎，是要做这个？不是要做一般的小东西？搞什么我？101，这个吃下去应该是104，有个雷鸣银行104。但我还要去捡其他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小东西。然后这个听说有人讲跟我讲是食人花，是不是？哼。这样做看看。叫你 cook， 不是叫你，不是叫你离开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然后整理一下东西，不整理一下浑身不舒服。那黄金什么也收起来。哦天哪！哎，那个是不是要饵啊？的确是要一个饵之类的。滚你们！我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可能在没有 safe 的情况下就，哼，然后就大哭哭。哦，全部都收回去了。不管那么多，那我们就。冲回去啊！为了拿回需要的东西，我看那边有个死人什么的哦，在楼上，他头上，这里吧，这边应该也有，对不对？这边看不到，我们这边看不到那个，看不到挂掉的人，看不到的。啊，他不在这里。好，我预计下一集看看去，下一集的时候去看看那个弟弟，好吧。可是印象中，兔子或什么兔人之类的鬼东西，是不是？反正不能够带肉之类的。我印象中，略有耳闻，不能够带肉。
不然你会先死人惨。那、哦、没事，够了他们。矿工帽，矿工帽，我们需要。矿工帽，我想装在这附近才对。这么多呢，踩下，踩下。好，那边那个满了，然后这边也敲一下。好，嗯哼。再接下来，哇，这么多黄金！哦哦哦哦！已经开始啊！为了找到传说中的，哎，不在吗？还是他重置掉了，就不见了。对啊，不会吧？重置之后，那个把重启之后就消失了。要不要这么讨厌？好像真的消失了。已经开始冷了，所以啊，保温石我没有做保温石。不好意思哦。好吧，找不到。这样子吗？这你取暖吗？不行吧！快到家了没？这么远啊！不行，采取紧急措施。反正跑就对了，不管。哦哦哦！大危机，大危机！哦哦，我不要能死，我不要能死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好黑，好暗。不要再过来了！他们烦不烦？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十字镐，之后我们才可以做。超级保暖石，对，就这个。好，那这个，啊，好多，还有那个食物放在那边是没擦，你知道？我哭，先哭死。再砍一个好了，哦，那个捡起来，到时候可以稍微的拿去当做肥，那个什么，不是肥料，讲错。哦，怎么我最近想事情要想那么久？就比较当燃料用，讨厌，会忘记事情。看看，哦吼哦吼，哎呦，不行，吃毛啊，吃下去了，103，先，123。等等，我把弄完了。
他们到底会不会？到底那个有没有效啊？哎呀，很烦呢。然后我想要做那个啊，冰冻杖。What？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Child of Mood。What？ Life giving。Life giving 是指不回血吗？感觉不会啊。但我浪费了一个蓝宝石，哎，不知道可以干嘛这个。获得了，哦，这是风刺对不对？风刺不要，啊，就先放着。还在发光哎，应该是两三天的事情吧那个。然后啊，就 berry 什么来吃啊？先让自己吃饱再说。好，那呵呵，啊，至少目前过得还不错。这到底会不会吃啊？我要求。对对，好，有先存档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好的，冲啊！好，应该太远了，看不到。猪猪在那么远啊？这么远吗？我家里那么远啊？到得了吗？至少要找到那个路过去，会比较方便。我要给他吃菜，然后让他够了，企鹅不要再过来了。哇吼，小不妙，小小不妙。切，什么都没有。胡萝卜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走，一路上捡一些东西，然后一边跑。为何没有牛？好的，那这边接下来应该就会直接通往到我之前做的萤火寨，哦，在上面。因为我把威尔森的那个弄掉，所以就没有效果，没有保温效果。先取暖，把石头丢这儿。拜托那些家伙不要再过来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是不是可以伙同猪猪来扁他们？好想法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拿石头，不拿石头会死人惨。首先，我要先给他吃。给你肉。
这到底能不能打？哦，好，好东西耶！不是，这边太多那个了。先敲个树树什么的，这就是拿了一个大便，所以给他吃胡萝卜有效，不知道给他果子吃有没有效。哦哦哦，不要，好，给你果子。他不吃了，哎，这么厉害！我有听到哦，这个啦。然后我想奇怪，怎么听到奇怪的声音？他吃这个会不会有效？只会大便。好，然后我先看一下 survive 用的，这是农场嘛？农场需要快速农场，到底要给他多少东西吃？这个就是我们在测试他到底吃些什么东西才可以拉肚子。Scary, scary。哦，我以为哦，他牙齿怎么了？他就穿裤裤啊，远点穿裤子，近一点好了，对，远一点。所以这个原来是冬天用的羽毛之类的。好了，像我们至少有个基本的，再给你煮过的。他不吃了、欸。这可以，对啊，这可以。嗯，超平静。这他应该不想睡觉、啊。哎，不睡觉哎、欸。总而言之，现在这个是好事情。代表满的意思吗？喂喂喂喂，他就离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把猪猪带回哦，这样子的话用鸡也可以啊，还蛮方便的嘛。不过是你的血到底是140还是150啊？好了，继续烧吧。先煮一些。等等，种子为什么会有保持度啊？一直很想问。131 132还是很容易饿。好的，那等等，差点把这拿去煮。这能不能煮？不能，等于是调味料之类的东西。哦，长胡子了，这是好事情。然后我突然发现说已经过了3天了，对对对，这样没错。
好，那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弄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就四处跑也不是，然后就之后四处看看，可能从洞嘛，我觉得这两边是连通的，然后地底，要不去地底啊？去好了，可是我不想把肉排丢掉，还是我先把替身傀儡先做完再说了，要不然的话很麻烦。对，我怕死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See you。